声朱玉女士，大家好。今天大家能够抽空来参加这个出街卡拉 OK 活动的这个推机会，又写了几首歌，希望大家能够给我那个多多指教。其中一首歌是《想你》，就是这个这个电盘里面的主题歌。《想你》这首歌，当时是有一句话想起来的。叫做高山流水觅知音，灰叶彩虹黄之心。所以当时年轻的时候想到这个计划，就写了想你。我跟你们哼一下好不好？想你，简单的哼一下。想你想你好想你，找了哪天把你贴在被子里，甜甜蜜水亲亲你，是你是你就是你，把我抱入爱河里，而是水深我不离，一心一意抱着你。剩下一个孩子刚一个月满月，他就跑到新加坡去找工作做。那个时候他很想念他的孩子，他知道我写过一首《巴布德》，所以他要我跟他写，要跟他写一首歌来纪念他的，想念他的孩子。所以当时我就答应他，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把念子送给他，他非常感动，在泪水中，我看出他的母爱。他说，那个时候，他主要的主题是这样讲：孩子啊，妈很想念你。我不希望你，我不忘你。成龙，我只希望你平安成人，早日投入妈的怀抱里，就是母爱。所以我就写这首歌给他。第三首歌我简单介绍，第三首歌是不要问我公平不公平。那个时候当时在新加坡，我跟几个好朋友在一个餐厅，一部电餐厅里面吃饭。我那个时候我们要请一个新加坡朋友吃饭，我们就请他说明天吃饭好不好。他说明天是拜六不行，那我说后天怎么样，后天礼拜怎么样，礼拜也不行。然后问他为什么不行，他说你不知道，拜六是老二的时间，礼拜是老大的时间，所以我如果参加你们其中的一天，人家他们会说我不公平。我就当时触景生情，就写了一首《不要问我公平不公平》。其实，在世界上，任何种事没有公平可说，只有时光最公平，时间是最公平的。今天是11月1号，明天11月2号，后天是11月3号，大家都一样，我们也一样，你们也一样，都是这样，所以时光最公平，对不对？第二首是不要问我公平，
第二首是为什么你总是不原谅我。我认为我们人生时间很短，不要太计较，量大不大，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翻起来不要为什么你不要原，为什么你总是不原谅我。这首歌英语歌是那个尤尼莎唱的，以后我希望你们喜欢。好了，我长话短说，我简单的介绍这几个唱作那个词句的那个背景，希望大家多多指教。我又不是专业，我是做生意的人，年纪又很大了，所以很多对不起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谢谢。所以我们看到王老师的作曲呢，都接近民情，接近亲情，还接近基层。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感觉到感情丰富的王老师会给我们做更多更多的好歌，更多更多的好词。接着大会第四项，有请香港侨界联会副会长、香港侨友社监事长王金贤先生致辞。尊敬的施嘉怡小姐，尊重的黄天顺先生，对不起哦，因为明天要出差了，最近都比较忙，所以都迟到了。今天呢，很高兴啊，能够参加这个歌友联谊会啊。苏小姐呢，大家都知道啊，她不单是在东南亚很出名，在香港呢，她也下了很多功夫啊，对香港的这个情有独钟啊，特别是对我们香港非常关心。今天能够开这么一个会啊，开一个这么联欢会，确实也是我们香港侨界的光荣啊。黄天顺先生刚才都讲了，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啊，对我们香港的侨界，啊，这个非常的关心。我们每次到湾龙呢，到他那边呢，都得到了很热情的接待。他不单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而且很成功的文艺爱好者。我们不敢讲是文艺家，对吧？那确实，做了很多歌曲，啊，这方面来讲是这非常难得的，啊，因为时间关系啊，不多讲了。祝今天的这个联谊会呢能够圆满成功，祝在座各位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谢谢大家。现在是大家照一个全家合照。谢谢我们的王天顺老师邀请我们，更是由邓静华大姐安排对我们的贴心的照顾，谢谢。现在是嘉宾合照留念，那马上可以送到每一个桌子的。合照完毕，请嘉宾回原座。回到原座。曾经在九龙湾百乐门酒楼
举办过一场歌唱比赛，在那儿我们选出了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东南亚七个地区歌唱比赛的香港队代表。记得12月份的时候，在我们开发邓锦华女士的带领下，又拉了大队一起到马来西亚吉隆坡观赏东南亚七个国家地区的比赛。我们希望代表的成绩相当不错，中文得了个金鱼奖，白秀华得了个艺术奖，吴飞得了最佳的精神奖金特意奖。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现在已经进入2019年，我们大家又高高兴兴的相聚一起了。今天不是星期天，也不是假期，但是人头涌涌，大家兴高采烈。我们看到今天24围有300多人的集会时间，充满着温馨，充满着快乐，充满着歌声。这表现了我们歌友们对我们歌友会的支持，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谢谢。据我所知，苏嘉玉小姐出了动听的个人专辑，共有20张。今天我们嘉玉在词的主题《想你》这张新专辑，也是苏嘉玉小姐的21张的个人专辑，将介绍给大家。想你呢，这张新专辑里有12首动听的新旧歌曲，其中有6首呢，旋律优美的歌，是经由王天顺老师作曲作词的。回家以后呢，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欣赏啊。你们都说到了吧，一张作词是由一张，每人是由一张写的啊。每一个人是否拿到了一个号码？我们现在准备抽彩奖。一个桌子有3